几多点啊？咁啱啊！弊啦，运动又未做，水又一杯都冇饮过，做点减肥啊？有阵时做起嘢上嚟咧，真系会乜都唔记得晒噶。不过你又知唔知 ，iPhone 其实有个提醒事项嘅 app， 只要将你想做嘅嘢写晒入去，佢就会重复提你噶啦。 几个步骤就搞掂，大头虾嘅你就跟住一齐 set 啦。首先要入去提醒事项个 app， 提我饮水啦，不过咧，我觉得佢有个位咧系未够好嘅，就系佢每次咧都要起码隔1个钟先会提你啦，同埋只可以05分、10分、15分咁样 set 时间嘅。咁如果想提醒时间再密啲，或者将时间 set 得更加准确，都有啲 app 可以帮下手嘅，不过就可能要俾钱。 其实 iPhone 真系有好多贴心嘅功能嘅，好似呢个 app 咁，如果本身有 regular 嘅事要做，但又怕唔记得做嘅人咧，就可以靠佢嚟提你啦。好，我都要努力减肥啦。换生活，落科技 ，Anwar Dash K。